和周杰伦一起直播打游戏，而且还赢了自己的偶像。对此你想说？就是非常开心嘛。然后呢，希望以后也有机会跟杰伦哥一块玩游戏。网友们都说你就是电竞男主，对此你想说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嘛。那如果之后真的有电竞的本子，也希望各大导演和编剧都来找我这样。